就不团队的团长康纳啊哈，很抱歉啦，康纳，我现在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录音了，因为康纳今天呢，必须得要立马赶去中壢，要去做这次第二场的工作了。对啊，但其实呢，康纳我在屏东的时候，就是上周啦，上周屏东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工作了，但是原本是想说要把康纳我的工作内容给拍摄下来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台技术的人都在干嘛。但是呢，其实康纳有想过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内容从装台到拆台这个过程呢，都是有包含在版权内容的，对。所以康纳我不好意思，没办法把屏东厂的那个工作内容、工作模样给拍下来分享给大家，对啊。那现在康纳我呢，就只好先开车立马前往中壢的饭店去了。当然啦，也跟大家说声抱歉，我们这两周都没有忘饭的很鏘的日常。但是呢，其实康纳我已经有事先跟雷娜计划说，应该是要在下周的时候就会有两部新影片给大家看。一部就是我们的日常影片，另一部呢就是关于 Wolfen 最近更新的学长的恩怨。对，那也先跟大家讲一下学长的恩怨。学长的恩怨其实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做的，就是所有 Wolfen 的社群伙伴们，包含事主、包含朋友，一起来做的，不是说你一个人做完哦，那你就可以提早把这个剧情给弄完，不行。所以这次呢，康纳需要借助大家的耐心跟时间，要一起来把这个碎片给找完。当然，康纳很早之前，不是说很早，是我这周已经把所有碎片都找齐了，已经找完了。但是再来呢，就要等到下周康纳我会把影片快速的把它做一做，然后给上传到 YouTube。对，所以大家到时候敬请期待啦。那另外呢，好像没有什么另外了。城市的人随时都可能会出现那种拿棍棒想要打死你的那种决心，至于打死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，你不用追问的啦，他们永远都不告诉你，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就他妈的就是想要打你打爽啦。康纳我有没有遇过呢？有啊有啊，但幸好我的车上随时都会准备这个，随时准备这个。玩具枪啊，不用怕啦，就是要拿来吓阻那些人啊。当然，这个玩具枪它其实是，就是大家小时候都玩过那种玩具枪啊，可以爆出声音的那一种。老话一句，中壢好狂。
姐，你不能这样子。小姐，你不能这样子。What are you doing？哎，像刚才这样的影片，是不是可以直接拿去检举？哈哈哈哈哈！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康啊，我现在已经在饭店了。那其实这个饭店，小小间的。哎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这边有镜子啊！啊，我还是知道这边有镜子的，所以不要以为可以利用这个镜子来看到我的脸啊！嘿嘿嘿，好了。那刚好我今天也已经开了一天的车了，所以我现在想要先出去吃个东西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然后我明天就要开始，早上九点就要开工了。那我看能不能有办法偷到一点小画面。对啊，不然真的好没意思啊。好了，那刚好我就先出门吃饭喽。现在的时间是，我来看，
现在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了。哦，真的，我们昨天呢，从那个下，晚上7:45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在那个再开始进入演习的状态。然后康纳我跟其他的 crew 就已经在后台做 standby， 然后一直演到最后，差不多有演到最后已经10:00，对啊，差不多10:30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开始10:30的时候等观众撤场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执行我们的拆台作业。然后拆台就这样一直拆到呢，已经拆到2:00了。对啊，2:00之后再看到我就直接从中立发车之后，就2个钟头开回来台中。啊，现在我只想要回去好好的睡一觉。不想洗澡了啦。好嘞，搞得好像整天在打炮。好嘞。